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音乐公开课的舞台留给小伟，我们开始今天九月奇迹的第一堂课，掌声欢迎。好了，现在这台琴呢摆在我们面前，这台琴叫做电子管风琴，我们很多人叫它叫双排键。那双排键呢，能弹奏出你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乐器的声音。比如说我前两天在网上上传了一首乐曲的视频，那云宫迅音呢是西游记主题曲，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子乐团演奏的。那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之后，到现在已经有几亿的点击量了，那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。随之而来的是很多疑问，双排键到底是如何把这一个庞大的电子乐团一个人演奏出来的？那今天就给大家揭秘。云宫迅音呢，当然还会有很多音效，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孙悟空出世的时候，有一个音效是啾，孙悟空就从石头里头蹦出来了，对吧？那后来还有丢丢丢，那这就是鼓做了电子化的处理。那演奏方法呢，就是断奏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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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现在合在一起了。层层递进就形成了这样的效果。那么紧接着的一段是一段铜管的乐团的演奏，那每个音都会吹得非常有力量，这样一个乐团就这么诞生了。我大概听明白了一点。听明白了是吗？对对对，但是我还是特别的想放在一起给它完整的给我们演示一下，是不是更好？我特别期待。当然可以，但是根本就不用我演。不用，我可以请一个大家。大家，对，来，有请。哇，你就是小伟姐姐说的大家呀。你会弹双排键吗？会。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你跟小伟姐姐好吗？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